周先生，节目最后有什么要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说的吗？我希望所有正在苦苦追寻真爱的年轻人都能够通过丘比特网找到心目中的他，而真爱正是我创办丘比特网的初衷，同样也是我毕生的理想。亲爱的，我又来晚了。我要进去了。说好的昨天晚上会到我家泡汤给我喝，我又白等了你一个晚上。我最近太忙了，等你三个月出差回来，我一定包给你喝。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走了。拜拜。啊，对了，差点忘了，给你的。走了。我从小就跟父母住，有很多男生喜欢我，我也谈过几次恋爱。我们进屋聊吧。快点，打不打？他住了什么不重要，重要是能不能赚到钱啊。身高呢，不能太高，太高了容易 hold 不住。也就是容貌姣好完整，身材和谐稳定，举止大方。只会抄袭，万年老二的面随他们去吧。周总，破开半夏的文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您把预算一起提交一下吧。好的。哎，周总，周总，你这里需要您签下字，麻烦您签下字。这，我们运营部十月份的报表已经出来了。周总，数据库扩建的方案您已经否了几回了，我又改出了一个新的，您看。周总，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预算的事情。哦，这个项目董事会非常重视，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嗯，啊，周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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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慢慢来。边老吃泡面，女孩子又比工作更值得用心的事。秦王这个月和我有婚约，他应该跟我求婚才对。喂喂，小雨，秦王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喂，他跟你
说啦。你不会不知道吧？嗯，我们俩都好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我都不敢问你，新娘是谁，你知道吗？你什么意思啊？前几天我在北京一个豪华酒店见客户，碰到大户人家包场办订婚宴，我凑过去看热闹。你猜怎么着？门口照片上的新郎是许墨，他搂着一个穿婚纱的女人，那女的竟然不是你。怎么可能？我还有事，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哎，喂。订一张从上海去北京的机票，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拜拜。喂，小雨，许墨，你在哪儿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这都3个月了，你是不是快回来了？市值前景那是不可估量的，很多投资人都非常非常的看好我们丘比特网未来的几个大项目。嗯，我现在就给你答复，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您看啊，您跟我爸呢都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你的那个融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你的客户部很早就给你递交了扩建数据库的申请，你为什么不批啊？我当时是觉得成本太高了，所以我想控制一圈预算，然后就。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目光一定要放远一点，基础的东西一定要打牢。要想打牢基础的东西，不付出一些成本怎么能行呢？你看看你，你说你这几年有没有正经的交过一个女朋友啊？真心是什么呀？真心也是成本，你不付出成本，你肯定走不远，道理是一样的。小静啊，我正在忙工作呀。哎，想啊，当然想了，我天天都在想你啊。我一定要看到你在济州岛漂漂亮亮的样子啊。哎，拜拜。哎，哎，叶伯伯对女朋友真好啊。说什么呢，我女儿叶静思，你小的时候不是也跟她见过几次吗？哦，是吗？好像是有那么点印象。我这辈子呀，没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可是就是小静给找的这个结婚对象，哎，我真是不知道她看上他什么了，没出息，没能耐。小静都要结婚了，她今年多大了？我靠，这么漂亮！师傅，你能把广播关一下？车中尾啊，就这么路段，现在是凌晨。喂，喂，小雨，我找你有点事。你怎么还不来上班？催什么？什么素质啊？你是不是可以先考虑一下，然后你再拒绝我呀，夏经理？人家姑娘下星期结婚，你现在让我撮合你们俩，不是拆散人家好好一桩婚事吗？这不叫拆散呢。叶静，这个女孩可是我的真爱，
而你是我们公司的金牌客服，配对成功率是99%。你点儿九，99.9%。对呀，除了你以外，你说现在谁还能帮我吧？如果你能在一周之内搞定的话，酬金10万块 ，OK。不干。这个交给 CFO， 跟他说，先用这笔钱给大家发工资。周总，这是您自己的卡，我们公司真撑不下去了。别问那么多了，快去吧。嗯嗯。说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结婚坐飞机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坐游轮这么折腾呢？我要不跟你预约个假期，等你工作忙起来，结婚以后就在你办公室里度蜜月。小静，对不起，认错人了。小静，小静，叶嘟嘟，可赛，前来拜访。人间大胖。我不使这招，你还认不出我来呢！天哪，你怎么瘦成这样了？你让我怎么认出你来呀？太巧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未婚夫许墨。啊，你好，你好。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好朋友。啊、哦。哎，你是来度假的吗？对，休年假。本来我呢是要下去找一个朋友的。哎呀，你都变成一个大美女了。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小妹妹叶静思。这位先生是他的未婚夫，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许墨。嗯，这不写着了吗？啊，这位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他是我的女朋友。嗯，啊，早间听朱一峰说起过你，今天终于见着本人了，是吗？你经常提起我呀？啊，既然这么有缘分，那不如明天一起吃饭吧。行，不了。哎，没关系，只要你不怕我像你女朋友八卦你小时的糗事就行。你现在真的是太瘦了。不是说好了是我秘书的吗？现在好了，你成我女朋友了，我还怎么追叶静思？这你就不懂了，我是在帮你。像叶静思这种富家女，越是有女朋友就越有挑战性。你说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反正这事要是搞砸了，你就别在这家公司干了，你听见没有？干嘛？你睡这儿。你这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呢？
全票我买的。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特长芭蕾，爱好潜水，大学时候得过马术比赛的冠军，有两只宠物狗和一只刺猬叫芭比。从这些信息中你能看到什么？就是一个吃饱没事干的白富美呗。那个，我就喜欢这样的。继续。上哥伦比亚商学院，说明叶剑思将来会子承父业，想找到男人肯定是有能力的人。哎，干嘛去啊？大半夜的，我没工夫跟你这瞎扯。不是已经计划好了吗？明天先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施展一下我的魅力。你觉得你的魅力靠得住吗？我不干了，明天我就告诉叶静思你下圈套泡他。我分析过你跟叶静思的匹配度高达87%，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帮你的原因。作为一个资深的配对顾问，我要训练你，确保计划万无一失。女人是专一的动物，叶静思就特别的谨慎保守，最好能跟你们制造独处的机会。明天我想办法先引开许墨。小静，我钱包落在房间里了，你先进去。那你快点啊。好。叶小姐吗？这边请，周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要面面俱到，女人喜欢能提前把一切都安排好的男人。坐姿能够泄露一个人的个性，手放在椅背后的男人通常轻浮。女人喜欢谦虚得体的男人。开阔的视野，明媚的阳光，别忘了让女士坐在正确的位置上。坐这边吧。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游轮的右行，阳光不刺眼，还能看到风景。我刚才看到有几只海豚跳出水面了。真的能看见海豚？就是这样，要不经意地引向他喜欢的话题。起来，我的背手。那年我在 CPI 的游泳的时候真的很吓人，没想到水那么深。首先在对方说话的时候让他产生你不在乎他说话内容的错觉。前导员的手放也不放。8秒，不能多也不能少。3、2、1。 Sipadan 是火山造山运动后形成的特殊地貌。根据我给你的资料总结对方的话，要比他更了解他所了解的事情。从岸边游出去5米之后就是垂直下落大约600米的深海，那下面的洋流很湍急，所以能看到很多大型的鱼类。自信的女人喜欢比她懂得更多的男人。你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太棒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你要是爱叶静思就要让她知道。小静，知道你要和别人结婚了，我才明白了真正失去有多么的痛苦，没有了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想恶心死我啊？别把平常的虚伪劲拿出来。虚伪？这词是你自己写的，有本事你来啊。知道你要和别人结婚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失去。没有了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答案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请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白痴。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别这样。离开你之后，我心里也不好受。你也不好受。我跟你在一块快10年，结果从朋友那里知道你要跟别人结婚了。现在你站在这里理直气壮的跟我说你也不好受。对不起。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要你告诉我为什么。小雨，我觉得你来找我不是为了爱情，是出于你的自尊心。你说什么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只关心怎么让别人相爱，却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爱的人的感受。你拼事业，实现价值，满足你的自尊心。可我问你，你认真想过我们的未来吗？是，我们是爱。你后来不爱我，你只爱你自己。什么？你是个混蛋！差点把我从马上摔下来。干杯！干杯！大胖，没想到咱们俩有这么多共同爱好，我要是早点遇见你就好了。对了，小时候你心率过速，现在怎么样了？哎，早就已经没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还是会偶尔犯。不过没关系，我带着药了。怪不得现在这么精神。小静，那天当我听到你要马上和别人结婚了，我哎，徐墨。刚才没时间来，耽误点时间，不好意思。没关系，我和云峰哥正聊得开心呢。哎，对了，云峰哥，你女朋友呢？怎么还没有来？她可能是拉肚子吧，不用管她，我们先点菜。哎，你去哪儿了？不要你管，这儿的海鲜做得很不错，所有的食材都是从海里现打捞出来的。要不咱们试试这个？我海鲜过敏。啊，是这样啊，要么我们吃牛排吧，这儿的牛排也挺好的。贵。那要不你点芦笋意面吧，你应该喜欢吃面的吧？你这么了解我？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面啊？啊！服务员，来碗白米饭。白米饭，嗯，白米饭可以吗，亲爱的？他就吃饭。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昨晚我不是说好了吗？先拉近我跟叶静思的关系，你要在旁边帮腔的是不是？你刚才干嘛呢？你演的哪出啊？你吃火药了你？昨天说好跟大小姐表白的，成功了吗？哎，还没呢。我刚要说，结果许墨就来了。先按照计划进行吧。嗯。姑奶奶，你就别再出去挑事了。放心吧，我会照计划来的。他不是你男朋友吗？怎么这么说？来，你的腿要对一点。哦，不错，注意角度啊！来，推，一，二，推。小静，这没什么好学的，我们到别处转转。
那个，我们走。我哎，熊猫。哎，我听你这口气，你应该是个行家。要不我们来两局？不好意思，我对这个没兴趣。怎么，大叔？放心，我会让着你的。你多高？1.77米，怎么了？我就说嘛，你只比我矮5公分。你看我这根杆比你那个长那么多呢，这怪不得我手感不好呢。也难怪，这短的人用短杆。你说什么？这两个明明同一个型号的，你找借口吧。我跟你说，这真不是借口，不信比比。嗯，那你看，啊，差不多吧。你的那个短，你看我那个比你那个就是长。周一峰，我们上了新闻社店，你告诉我。哎。小雨，要不咱俩先去逛吧。没有没有，你的就还是你的短。小借口，我这就是长了。你短。你的条件这么好，怎么就看上一穷二白的许墨呢？他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是我追他的。5个月以前我去上海出差，许墨是我上海分公司的下属。有一次我要去搞定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开会之前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偷偷躲在安全通道里哭。那时候许墨走过来，你猜他对我说了什么？他给了我一粒糖，说工作做不好没关系，女孩子嘛，有比工作更值得用心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就约他出来吃饭，告诉他我想让他做我的男朋友。这么快啊？你不担心许墨当时有女朋友吗？当然不会了，那时候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话，怎么不见他们联系呢？哎，小雨，快看，这有一假人，哎，太好玩了。还没回来。怎么连手机都没带？我就说吧，昨天我带叶静思来看戒指，今天她肯定会带许墨来买的。你确定这招管用吗？许墨天秤座 B 型血，最讨厌别人不经过他同意擅自做决定，更何况让他花这么多钱。我说你怎么那么了解许墨呀？这有什么难的？别忘了我的专业可是搜集数据。成天就知道数据数据，
我跟你说啊，爱情不是算出来的，该来的时候挡不住，不该来的时候你就是再怎么算他也不会来，知道吗？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是爱情呢？本来昨天我们四个人都该在店里，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俩当场闹掰，关键节骨眼上你拉许墨打什么高尔夫啊？哎，我那是想故意拖住许墨，有他在你就不对劲儿。去去去，快快快。嗯，三儿啊。嗯哦哦哦，我就想买戒指，一个戒指至于吗？他非说我们金钱观念差距太大，不适合在一起。来，这个许墨太过分了。不就五万多吗？你说贵吗？真不贵。不适合就不适合，我才不稀罕。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怎么就变了？小雨，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小静，你别哭了，都哭了三个小时了。一归赵，小庆，刚才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刚才他接了一个电话，什么都不说就跑出来了。该不会……计划行事了，哎，这边。
别人的戒指，你戴它干嘛呀？说说吧，怎么回事？它就是属于我的戒指，我和许梦从大学的时候也在一块儿，好了快十年了，我接受不了这个。许梦跟我说，夏小雨，你只在乎你自己。珍惜，早晚有一天，他也会变成别人的。就是来看演出吗？你还想继续计划？当然了，听了你的故事之后，我现在更愿意跟你合作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现在目标非常一致。反正明天我们都是要。哎，小雨，峰哥，你们也来看表演啊？真太巧了。来，快坐。搞什么呀？你们是不是故意跟着我们啊？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见。这么重要的东西，下次不要随便乱扔了。谢谢。来，给我戴上。啊，对了，你们是不是要在济州岛上结婚？是啊，济州岛是我父母相遇的地方。啊，那个，反正我们俩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啊？那当然太好了，本来我们不在北京办婚礼，客人就少。如果你们能来的话，我真的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的婚礼耽误你们的假期，好像不太合适吧？济州岛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们可以到处转转的。没关系，咱不是说下船的时候要去逛逛吗？刚好啊，四个人一起呗。哎。小雨他一直跟我提结婚的事情，我们去你们的婚礼呢，就当是给我们的婚礼做个参考吧。你们要结婚了？是啊，快了，到时候你们也得来啊。一定一定。小雨啊，快跟我讲一下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啊啊，认识啊。嗯啊，小雨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部经理，身为他老板，每天朝夕相处，难免日久生情，于是我们就好上了。到现在算起来好像有一年多了吧。好听，秋莲。小雨他是个工作狂，可是我喜欢他定下什么目标就一定要做到的干劲。他从来不做饭，可我喜欢看他吃泡面时饿鬼时的样子。他脾气很坏也不温柔，可我就喜欢他一有不顺心就冲我眨眨呼呼的表情。很奇怪，他的每个缺点在我看来都很可爱。我喜欢的是小雨的全部，我不像某些人一样包容不了另一个人的缺点就要离开。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的话，那就应该喜欢这个人的一切。小雨太幸福了。
电话亭里的。对。写好了。我快了，你都填好了。Here. OK。喂，叶伯。小静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要带着你的女朋友参加她的婚礼。是，我现在正和他们在一起呢。我听他的口气很期待，你干什么去了？给他们的婚礼助兴去了。现在这事不太好办了，小静和许墨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过您放心，我绝对让他们结不成婚。我后天就到济州岛，在这之前你搞不定投资丘比特网的事情，就当咱们从来也没有谈过。你怎么敢想不敢做啊？这一招当时也是你想出来的，不是吗？难道你想看着许墨和叶景思步入婚姻殿堂，看着他们俩交换戒指，在大家面前亲吻，然后你在下面啪啪的鼓掌，为他们祝福？写那么好，还说不在行？这个跟情书一块送过去。行了，走吧。你干嘛呢？我想试一下。哎，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试婚纱？快走！快点，快点！你说这女人怎么都那么喜欢婚纱呢？不就是条白裙子吗？你懂什么？女人最美的时候就是穿婚纱的时候。我打这么高，就梦想自己能够当新娘。要不是叶静思，这婚纱就应该是我的。哪有什么最美不最美的？脱光了都一样，我可不信那套。行了，今天是夏小雨小姐和新郎，管他和谁的婚礼呢，是吧？首先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来宾今天能够出席典礼，若有任何反对他们结合的意见，就请马上提出，否则永远保持沉默。那既然没人反对呢，那我现在继续。新郎，你是否愿意娶夏小雨为妻？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富裕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忠诚到永远。
是，我愿意。严肃点儿。夏小雨小姐，请问你是否？行行，我愿意，我愿意。那么，嗯，现在新郎可以揭开面纱，亲吻新娘。审美真是奇怪。婚纱换一下。怎么这么早？钱马上就到位，放心。易金斯根本就不在乎许墨有别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结婚，我们再好好想想，一定有办法。他是真的爱徐墨，
你不是跟我说你也爱许墨吗？说绝不能让他跟别的女人结婚，这么快就放弃了？朱云峰，你是真的爱叶静思，对吧？是。你确定吗？确定。行吧，帮人帮到底，我还有最后一招，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这儿的环境和服务都是一流的，你们的婚礼真的可以考虑。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好，太疏松了，再多拆一点。明白明白。你这是要干嘛？不好意思。喂，你们俩过来。怎么了？好，那我现在过去。哎，这里拜托你们了。我是三，来三位。您签到。他们俩要干什么？关我屁事。是我女朋友，我干嘛那么当真呢？是这还叫没干什么？不是，小雨，你换衣服做什么呀？周先生，你听我说，你误会了。好你个王八蛋，你也太欺负人了吧你！你一边办着婚事，你还占我女朋友的便宜，要不是看小静面子，我早就揍你！请实话放在这里，怎么配得到尊重吗你？对方，对方，你干什么？你还真把自己当我男朋友给你了，心里好受多了。所以说，你们两个不是情侣，那他又怎么回事？你别怪周云峰，他一直爱叶静思，很多年了。怎么可能？小静说他和周云峰只有小时候一块玩过，又十五年没有见过面了。你怎么可能一直爱着叶静思呢？小雨，小雨，都怪我当时没有听你的建议扩建数据库，结果被人抢先了。这个月之内我们必须找到资金，可是谁都不肯帮我，公司马上就要完蛋了。只要叶静思他爸答应，如果让他女儿结不成婚，他就可以投钱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起打拼的兄弟们丢了工作，我没有选择啊。周云峰，你为了赚钱还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啊。为了赚钱？我这是拉投资。你所谓的爱情就是拉投资是吧？骗子。这不是骗，我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再说你当初不也是为了拆散人家才帮我的吗？我什么都跟你坦白了，原谅我吧。
原谅你，原谅你骗我，利用我，看我笑话。我留下来干什么？让你继续骗啊？周云峰，我一辈子不想再看见你，别再跟着我。夏小雨，别走，我爱上你了。我已经从那个房间搬走了，你回来住吧。还有，对不起。小雨，昨天怎么说走就走啊？打你电话也不接，这什么？走之前，你不是一直说想喝我煲的汤吗？如果知道你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我怎么样都会煲给你喝的。当时以为日子还长呢，以后总会有机会。现在看来，爱情如果不抓住每时每刻表达爱意，最后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我还说不出什么祝福你们俩的话，但是我希望你好，你要相信我一定会比你更好的。这汤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喝了吧。
你们看，现在也很活泼。那个是新郎，那个是小静新交的闺蜜，他们几个朋友感情真好。下午三点钟到。哎，小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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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小静吗？她去哪个方向了？哎，下去。靠两条腿你得找到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你稍等一下，我正忙着呢。叶总，多扶您起。哎，哎呦，真沉得住气。恭喜恭喜啊！那您先坐吧，先坐先坐。有没有去民宿村看过？你放心吧，我会尽量拖延的。小静人生地不熟的，她会去哪儿呢？徐峰说他也不知道，济州岛这么大，要上哪儿找啊？等一下，叶静思好像说过他父母是在济州岛遇见的，以前好像也听叶伯伯提起过。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什么地方？你去那儿，我去那边看看。啊。许墨的事儿，走吧，我答应他把你带回去。你凭什么对许墨说话？亏我把你当闺蜜，你就这样对我？你怎么这么狠呢？闺蜜，哪门子的闺蜜？抢别人未婚夫的闺蜜？我跟许墨在一块儿快十年，最后他要跟一个认识五个月的女孩结婚，换成你，你什么感受？我怎么知道你是他女朋友？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们有话好好说。没你的事儿。没错，我是想许墨回去来着。快十年了，中间也闹过，可他每次都会回到我身边，直到遇见你这回，他就再也不想回来了。叶锦思，许墨爱的是你，你赢了。就像那个混蛋说的，爱情是计算不来的。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留在这儿继续哭，让你爸得逞；二，跟我回去嫁给那个爱你的男人。过幸福的日子，你自己选。这大家都在等，新娘怎么还不来？这是什么事情？她在哪儿？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新郎许墨和新娘叶静思的婚礼。对于婚礼的延迟，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们的新娘已经走过来了。现在，我们大家
来为美丽的新娘鼓掌。做了不少的工作啊，一会儿咱俩好好聊聊关于我一定要投资的丘比特网的事儿。将是彼此一生中最深爱的人，他们将要用全部的热情，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照顾对方、呵护对方。有请牧师。하나님앞에서부분의뜻을밝히십시오。我会对我的妻子叶景思，无论快乐与忧愁，健康与疾病，我都会对他忠诚，直到永远。我会对我的丈夫徐墨，无论快乐与忧愁，健康或疾病，我都会对他忠诚，直到永远。주님께서두사람의언약을은혜로하시고항복하실겁니다신랑은신부에게반지를끼워주십시오신랑신부에게키스하세요691. Okay, just a moment. Miss? Did you miss something in room? What's the thing?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能带着它找到真正心爱的人。 You will be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on this。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嘛，这回尺寸正合适。